OK，所以上堂课我们讲了几种微生物了，对吗？你记得吗？ OK， 我们首先讲到什么是 normal flora 啊？ flora normal 就是那些在身体上找到的，然后不会导致疾病的，就是 flora normal 了。OK， 啊，所以在哪里有什么东西，你要这个要背起来的嘞，知道吗？有什么微生物在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可能它在表皮啊，它在肠胃啊那些咯，然后它在 urethra， 在那个尿管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呢，微生物啊，我们学了啊 fungi， 记得吗？或者是叫 coli， 就是真菌。真菌有大的有小的哈，大的就是好像冬菇啊蘑菇类型的咯，是吗？小的 microscopic 的就是那些啊面包酶啊。酵母啊，这一些是真菌类的，对吗 ？OK， 它的形状你看看，然后它们有孢子的，是不是？它有几种繁殖的方式，是吧？这个它们的这个养分从哪里来呢？看啊，它的养分，它们是有的是寄生的，就是吃腐生的生物来的，有一些真菌是腐生，就是讲它吃那些死了的木，好、哦、啊，死了的东西 ，OK。有些是寄生的，就是它吃活物的，它直接从，比如说从人体啊、皮肤上面啊吸收养分的啊，它寄居在这个活物身上的咯。OK， 寄生啊，寄生在活物身上。然后呢，它们的繁殖方式啊有两种啊，对不对？它可以用就是那个，它可以用 sexual 还有asexual 的繁殖方式。OK， 本比亚干 sex 还有 A sex 啊，本比亚干 A sex 的话，它可以用这个 budding bertunasan， 看到吗 ？bertunasan， 然后它也可以用这个传播孢子的方式啊，也是叫 asexual 来的哈、啊，知道吗？但是它也有 sexual 的繁殖方式的，叫 conjugation 哈、啊，这一个 OK， 这个是 conjugacy 是本比亚干 sex 来的，所以这个是真菌，我们学的第一种。第二种啊 ，algae 它的特别是什么啊 ？algae 它其实是哦，它的特点是，你看都是青色、绿色植物来的是吗？它的特点就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啊，它有叶绿素啊，记得啊，现在记一下 ，OK， 它也是有小的有大的啦，哈，小小的微生物也是有，大的也是有 ，OK。所以它的要大的就是好像青苔那些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咯 ，OK， 所以要进行光合作用啊，它就住在有光的地方，它喜欢有光的地方 ，OK， 要晒到太阳的 ，OK， 繁殖方式也是由 sexual 还有 asexual 啊，本比亚干 sex 还有本比亚干 asex 还有本比亚干 sex，OK， 本比亚干 asex 就是一分二分四，好像这样啊，四分八，哦。OK， 本比亚干 sex 就是，如果是 sexual reproduction， 也是用刚才那个方式，它好像有触角在触碰这样的，所以它要有雄性跟雌性的。OK， 也是可以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进这一个 protozoa， 看到吗？大家第三种啊 ，protozoa 啊。OK， 所、so、以 protozoa 是原生生物，原生生物啊。如果华语啦啊，我们叫它原生生物。所、so、以这个呢。如果你不懂它华语，其实可以不用写标准，就是叫 protozoa 就对了。这个是我们 form one 呢学的那一些，那些最常看到的那一些来的。然后我们学到像 amoeba 变形虫，然后我们学到那个 paramecium 那个长脚印浆的，在下面这个蓝色的图哦，你看到哦，这个啊蓝色图啊，哈，这是 paramecium， 这个是 amoeba， 这个这些都是属于 protozoa 来的，所以大家看一下。Most protozoa are unicellular microorganism， 所以多数这种原始生物呢都是单细胞微生物来的哈，都是单细胞微生物，所以它们的大小是5个micrometer 到250 micrometer，OK，
可以，他讲啊、，can be seen under the low powers of a light microscope， 用一个 microscope 小孩要刮伤人那就可以看到了，它比较大一点点其实。然后呢，通常 protozoa 啊 ，lazimnya wujud secara bercolony， 就是它是群体的，就是有一堆一堆的 ，OK 啊，它通常是群体出现的，就是有一大群一大群这样的意思啦 ，colony 一堆一堆，好像 bacteria 这样一大一大一大 ，OK。大家有什么需要记录的你要记录一下，等一下你做练习容易看。 OK， 接着啊，所以它的形状怎样， Protozoa have various shapes， 它有各种的形状， berbagai bentuk 的，比如说 paramecium 的形状好像脚印这样咯， Amoeba 的形状就是没有形状咯，对吗？可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两种啊， Paramecium is slipper shaped， 就是拖鞋的形状，它讲 berbentuk seperti slipper。 如果还要你解释 paramecium你要会写的哈，写它的形状啦等等的这些 ，OK？ 它有各种的 structure， 就是各种的结构啊。这个啊、，has structures 结构 ，such as micronucleus， 它有 micro 和 macronucleus 啊。它的 nucleus 哦，就是那个大脑啊，有小跟大的大脑的哦。哦，有 micro 小的大脑 ，micronucleus 中心啦哈，中心或者是大脑啦。有 macronucleus 有大的。有 cytoplasm 就是那些液体哦 ，jelly 这样的，它旁边那些叫 cytoplasm 啊。有 vacuole， food vacuoles， contractile vacuoles， 它 vacuole 两种，一种是装食物的 food vacuole， 哦 vacuole makanan， 然后有 vacuole mengecut， 这个是把它挤水出来的、啊，不然它会爆炸，因为它住在水里面。它有这个哦 vacuole mengecut， 就是它可以挤压的 vacuole， 它是泵里面多余的水泵出来的。所以它 vacuole 有很多的哦，它有食物的 vacuole， 有挤压水的 vacuole， 有 membrane cell 表皮也是有哈、哦，有 rambut halus 啊叫 cilia， 它的旁边那个毛毛叫 cilia， 这些名字要知道要记起来 ，OK？ Amoeba 形状怎样呢？ Amoeba species does not have a fixed shape， 它没有温度的大，没有固定的形状啊 ，it keeps changing its shape while moving。它在移动的时候它就要伸手出来嘛，所以它一直换改变形状的，门都会被乌巴乌巴的，知道吗？在移动的时候，所以它的里面是怎样的，它有很简单的一些构造啦，我们读过的有 nucleus， 有 cytoplasm， cytoplasma 就是那个液体那个罩，那些 jelly 这样的 OK， 它有食物装食物的 vacuole， 也有挤水的 vacuole， 因为它们是住在水的，记得如果它们没有这个 vacuole 门出来、啊、这个 contractile vacuole 啊，这样的话水一直进去还会爆炸掉、哦、所以 它住在水里面，水进它身体就挤出来这样咯 OK， 还有 cell membrane， membrane 就是它的表皮，看到吗 OK 啊，大家接着啊，我们看啊，这样它养分哪里来啊，好像 amoeba 这样，它怎样吃东西就这样咯，它开口然后跟它包围起来啊，这就是它吃东西的方法了。所以各种的其实是各种的不一样的 protozoa 会有不一样的养分啊，的吸收营养的方法，吃东西方法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啊 ，Euglena， 大家看啊，这个重要啊 ，Euglena 它是一个它是哎，等哪里啊？等一下啊 ，Euglena 它是一个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 protozoa。所以 Euglena 哦，它进行光合作用，但是它不属于 alga， 刚才那个、啊、你知道吗？苔青苔藻类，它不属于那个藻类啊。它 Euglena 是一个呼吸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啊，哎，这个是 Euglena 一条呼吸的 ，OK 啊，它是属于 protozoa 类，它不属于刚才那个 algae 啊。OK，Euglena 呢，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它比较特别啊。然后呢 ，Plasmodium 是 parasitic protozoa， 就是讲它是寄生的。parasitic 就是吃别人的哈，这个啊 ，parasite 寄生，之前有讲过了啊，寄生就是它生存在活物身上的，知道吗 ？Versifat parasite， 比如说。Plasmodium species 这个啊，好吗？所以这个我要写一写啊。Parasite 就是
把一些重要的字写起来啊，这个寄生了。OK， 再来 ，Amoeba 呢，它就是直接吃那 Amoeba 就是下面这个，它开嘴巴然后吃掉，因为它住在水里面嘛，然后有东西靠近它就可以这样游过去，然后就把围一个圆圈把它围起来咯。所以它 obtains nutrients through phagocytosis， 开嘴巴吃东西叫 phagocytosis， 这个过程啊叫 phagocytosis， 看到吗？这个啊 ，Amoeba 它用 phagocytosis， 就是它吃了然后消化掉，这个啊吞食了消化掉叫 phagocytosis。OK， 再来啊、所以它用它的 cytoplasma 的 undulant， 就是它延伸出来啊 ，undulant 这个字啊，这个延伸，哎呀，延伸。它延伸它的这个角出来啊啊 ，projection 这个字啊 ，projections， 啊，所以它用 projections of its cytoplasm known as pseudopodia， 它的角叫 pseudopodia， 在这边看到吗？就是假角的意思 ，pseudo 就是假的意思，假的角哈。然后啊，那嘎基宝书他有讲到啊。所以让它可以移动，可以包围食物，蒙个泵就是包围了。OK， 蒙个泵，你听一听啊，这一个啊、to engulf 是吞食啊，这里它用不一样的字了，它用这个啊，英文跟马文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包围起来，然后吞食下去，然后它就可以消化掉了。OK，cytosis、okay? 就是分解，它吃了分解掉，消化掉啊。所以它在里面它消化掉的食物它就可以直接吸收掉那个养分了。OK， 这个是 Amoeba 吃东西的方法。OK， 大家进来了的大家开 video 啊，现在哎全部人很迟啊，你们放风中你们上课没人这样迟进来的啊，赶紧迟进来了，你要给我一个解释啊，为什么啊，你超过零五分进来你就要讲一声了啊。 OK，video 开，学啦，主持人 Jensen 在不在？type东西给我，主持人 Jensen type东西给我 ，Jensen， 我在等你啊 ，Jensen 啊，讲大家 看回去一下哈，或者是想回去一下，我们上一堂课学了两种的这一个微生物哪两种？哈，你吃进来的，我们刚才有很快速的做一个小复习了的。哪两种？我们现在在讲这第三种了啊，叫 protozoa， 这个啊，原生生物。像之前那两种是什么来的？我们学了什么？你记得什么东西？你看是不是不记得了？酵母是属于什么？ Amoeba 是属于 protozoa 吗？有五种微生物啊。首先我们学的 Amoeba 啊 Paramecium 全部是属于这个第三种，我们在学的叫 Protozoa。 上一堂课学的那两种叫什么哈，看回去啊，等下你可以自己打开 Algae 藻类啊，这个我放大哎哎哎，等下藻啊青苔啊那些啊 OK 藻类绿藻啊那种藻类苔类 OK，还有方盖真菌，记得吗？这个方盖马来文叫苦辣啊，真菌，这个是上一堂课学的两种。方盖就是菇类这样的，或者是酵母，或者是面包莓好像冬菇这样的，对吗？真菌。然后 algae 藻类生活在水里面，它的特点就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啊，这样子你知道吗？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的原生生物 ，OK， 大多数原生生物都是小型罢了的，就是微生物来的。然后这个原生生物 protozoa 就是我们 Form 1学的那一些啊，哈，这个 Paramecium 啊、Amoeba、Euglena 这些哦 ，OK。现在我们在讲这他们讲吃东西，好像 Amoeba 它吃东西的方式叫 phagocytosis， OK。Euglena 吃东西的方式是用光合作用的哦 ，Euglena 很特别的。OK， 虽然它用光合作用，但是它不属于 algae 啊，它是属于 protozoa。哈，再来，我们看繁殖，说怎样繁殖呢？也是有两种啊，有 sex 还有 asex。sex 就是 asex 是简单的，就是用 binary fission 啊一样。
Amoeba 这些啊，这个是我们放慢读的，对不对？它讲 Amoeba 跟 Parmesan 讲繁殖呢，就一分二，二分四啦。这个叫 binary fission。等下我问你啊，你要写啊，一分二，二分四叫什么啊？建成组成，等下我会问啊。那个这个字叫 binary fission 啊，一分二，二分四就是越生越多，叫什么？叫 binary fission。Belahan the dua， OK？ 它的sperm-beakan sex 叫什么？叫 conjugacy。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学校三个都是叫 conjugation 的，一样的，知道吗？刚才前面两个、哦、他们也有 sexual 的繁殖方式啊。其实 sexual 主要重点就是会有男女的哈，哎，会有雄性跟雌性啦。所以 Paramecium 也可以用 sperm-beakan sex 的，他们的 sperm-beakan sex 的方式就是 conjugacy， 就是讲 conjugation。OK， 所以你看啊。比如说两个这个 Paramecium、啊、Paramecium 才可以、啊、Amoeba 不可以啊， Amoeba 只可以一分二，二分四，只可以用 binary fission。 OK， so Paramecium 怎样呢、啊、它确实会有这样触碰交换那一个 DNA， 交换一点基因，所以它产生出来的 Paramecium 会有不一样的。如果 Paramecium 用这个方式的话，它出来的孩子是跟它原本一模一样的基因，但是它也可以选择用这个方式出来的孩子跟他原本是不一样基因的哈。 OK 哈， OK， 再来还有什么特点？他们住哪里来？ Protozoa 全部住在水的，大家 Protozoa 是 fresh water 啊，淡水啊，爱岛啊，原生生物全部住在淡水的。诶，哦， Paramecium 在淡水，是咯，我在想全部是全部在淡水。 Paramecium 在淡水，其他的呢他们也可以住在咸水，海水那些也是有啦，好像 Amoeba 啦， Amoeba 可以住在潮湿的泥土也可以，淡水也可以，海水也可以，甚至是住在别人的身上也可以。 Host Beruma 就是其他的动物植物了， OK， 它也可以住在别人的身上，潮湿的地方 Amoeba 啊， 啊，所以呢看啊，总之要有水的地方，这个是 Amoeba 可以住的地方。 OK， OK， 第四种，我们终于到从小就看到大的东西了，我们所谓的细菌，这个就真的是细菌了，这个啊大家 Bacteria， 所以其他的都不是不一样的哈，其他的就是微生物也是会导致疾病，但是真正的细菌是 bacteria。 OK， bacteria 是 microorganism unicell， 它们一定是 unicellular 的，一定是单细胞生物。你看刚才那些有些不是单细胞来的啊，protozoa 是，但是 algae、哦、这些不是啊，它有单细胞也有多细胞生物的、啊、藻类的，藻类、哦、可以有单细胞东西、啊、unicellular， 比如说 chlamydomonas， 有 multicellular， 比如说这个 spirogyra， 看到吗？它有单细胞多细胞了，可是细菌一定是单细胞，全部都是一粒一粒一粒的。 OK， 它们的大小啊大概是 0.2 micrometer 到 10 micrometer， 比刚才 protozoa 小很多，你看到吗？刚才 protozoa 是几大？它会问大小的， protozoa 是5到250啊，这个是 0.2 到 10 罢了，最大齁。所以 protozoa 大很多啊，细菌比较小。好，所以细菌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要用 microscope cahaya kuasa tinggi high power 啊，那个显微镜、哦、有分light 的是其实是细菌就可以看到，如果是我们要看到那个粒子哈，很更小的，我们要用 electron microscope 的嘞，更小的 microscope， 所以这种用光的 microscope 就可以看到，但是它要高 power high power 才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是讲 low power 就看到了哦， protozoa。 OK，形状怎么样啊大家啊？ Bacteria 的分类应该讲啊， Bacteria 的分类呢是以形状来分类的。 OK， 它的形状啊，所以如果是 spherical 叫 coccus， sphera 就是圆形叫 coccus， coccus 这个名就是、球状、叫什么呢？圆形啊，球状 圆形的啦。 OK， 圆形的叫 coccus， spiral比利呢叫螺旋，螺旋式的叫 spirillum， 现在这边 spirillum 嘛、啊，所以圆形的
螺旋的。Spiral 是那个英文字， Spirillum 是这一个组的名字了，就是用在 Bacteria 的身上了。 OK， Rod 条状的，这个是叫 Bacillus 条状啊。还有 Comma Vibrio， Comma 一个逗号这样，看到吗？好像金子这样了，它叫 Comma 吗？就是一个逗号的形状。 OK， 我就写逗号了。哈，圆形是球体啊，其实螺旋你看它转了，这个字你要认先啊，等下它叫你，等下你要会做。然后有条状 rock 一条一条的这样哦，长形的，还有逗号啊 comma 的，叫 vibrio 啊，记一下，认一下，可以吗？四种啊。 OK， basic structur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结构先。Structural assets 是怎样的 ？OK， 啊、，OK， 它的 basic structure 啊 ，most bacteria have a firm cell wall， 怎么还会有形状呢？因为啊 ，bacteria 啊，他们会有墙壁的，他们会有，你记得不记得啊？动物细胞没有 dinding cell 啊这样的东西，对吗？可是 bacteria 比较特别 ，bacteria 为什么他们有形状？因为他们有 cell wall， 然后很坚固的 the go。好、哦、，firm cell wall， firm 啊，就是比较坚固的。OK， 给它那个形状，还有支撑它的形状啊。基本上 ，the cell wall of a bacterium is not made of cellulose， 不是纤维做的哈。所以为什么它还是这个纤维？为什么它还是啊、动物细胞呢 ？Bacteria 是动物细胞来的，好、哦。因为我啊，之前我们读到植物细胞会有 cell wall， 有 dinding cell， 对不对？植物细胞的那个墙壁是纤维做的，所以它这里要注明啊 ，bacteria 细胞的墙壁不是纤维做的，而是 acid amino 还有 polysaccharides。acid amino acid 和 polysaccharides 是一些 protein 来的，其实，所以它就给它硬 ，OK， 哈，你要记那个名字啊，这个化学名字啊。然后有一些 bacteria have capsules， 它有囊的。Capsule 啊，这边有，你看到吗？ Capsule 是什么呢？好像我们吃药那个胶囊这样。等一下，我现在看到了 message， 第二个的称之为弹簧哦。对，那个螺旋是好像弹簧这样啊，刚才那个形状是吗？啊 ，OK， 我给你看 capsule 啊，我这样 type capsules 应该会出药丸呢。它这个是其实 capsule 就是胶囊的药丸啊，我们就叫 cap， 就是这个是它的 capsule 啦。所以他讲，现在他形容、哦、那个 bacteria 也有个 capsule 包住的、啊、不过它不是胶囊啦，就是它的这个构造，外面那个构造叫 capsule。 所以有一些 bacteria 有这个 capsule， 再多一层去保护它的墙壁， protect the cell wall。 哪里啊？ capsule yang melindungi dinding cell， 看到吗？ OK， 再来呢，有一些 bacteria 啊，它有 fine hair structure，它有很细的、啊、fine 就是很细的，这个不是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啊，这个是很细细小 fine。 色色灯啊 bacteria pulak mempunyai struktur rambut halus 很细啊哈的那些毛发啊 yang dikenali sebagai pili， 所以很嫩很细的毛发叫 pili 哈 yang membolehkan bacteria melekat，怎么还有这个毛发呢？他给他粘着别人，这个啊 melekat pada permukaan tertentu， 可以粘着别人的表面啊。 OK， 所以 bacteria 会粘到别的东西身上啊。 attach 就是那个粘啊，粘着 to certain surfaces， 一些表面，它可以粘在一些表面上面。 OK， others have a structure shaped like a tail。所以有一些呢它有毛，有一些呢它讲它就有一些结构好像尾巴这样的，就是 flagellum， 它的尾巴 flagellum 啊，尾巴来做什么帮它移动的。 OK， 给它支撑它，给它移动的，membantu pergerakan， 看到吗？ flagellum 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comma 型的 bacteria 是不是哦？哈 OK，所以大家 bacteria 怎样吃东西、啊、
它的养分哪里来？你看到这个 part 啊 ，nutrition nutrition， 哎，该我再问多一次啊，谁拿到课本了吗？有吗？没有也是讲一声啊，谁拿到课本了吗？全部人还没有啊，有一些人学校已经拿课本了，其实。嗯，有哦，可能你们的会要再等一下，我知道这么了，因为方法还没有还俗，对对对，很惨啊他们，等下他们还俗了，然后他们才去考试，他们应该也是差不多是要还俗了的，算还了俗才可以考试，才可以考试，还没有俗读了。你们刚考完啊？哦哦，你的学校还有考啊 ？OK， 刚考完 Form Four 啊，哼 ，OK， 所以啊。我们来看一下 bacteria 它的养分怎样吸取，你不用担心啊，这一个我写了是不是、有华语的啦，我会放回去 Google Classroom 的、啊、现在我是已经放了，不过好像是还没有写的，我看一看啊，你找回去啊，有课本了，诶，是不是在这边呢？你看这边 textbo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诶，哦，这个是第六第七课，第一课的我还没有放，我会 放过来这边啊，这个是 form 4的 OK，过后我放 Form 5的进来，我应该是放了，没有啊？诶，还没有哦啊哦，不要紧哦，我写了，我再放上去那个课本 ，OK？ 这样的话你就有华语字可以看了、啊。如果是甚至是啊、你还了书过后，你还可以开回来读 ，OK？ 所以 nutrition 怎样啊 ？Bacteria 怎样吸取食物呢？它怎样吸收啊食物呢 ？OK， 有一些 bacteria 有叶绿素的。所以微生物很特别的、哦、它不是植物但是还有叶绿素，好像刚才那个 Euglena 是有动植物的特征的，它是原生生物啊 Protozoa 的类型啊、Euglena， 但是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因为它有叶绿素，所以细菌里面也有一些特别 的细菌、啊、Bacteria which have chlorophyll produce their own food， 所以这个很正常咯、哦、有一些 bacteria他们是有叶绿素，就自己制造食物啦。有一些 bacteria 怎样呢？就是这两个资料是寄生的 parasitic 啊，刚才一直在讲啦，寄生啊 ，versified parasite， 有的是寄生，有的是说它寄生就是怎样呢？它住在你身上，它从你身上吸取养分。哦，说、so, 我们啊，这个动物啊，或者是植物，就是它的 baru 嘛，它的家咯，它从它的家吸取养分，英文叫 host 啊 ，they obtain nutrients from their hosts， 它的家哈。然后呢，也有哎呀跳了，也有一些是 saprophytic， 就是寄居 ，saprophytic 是它住在那边罢了，寄居啊，哎不要吃食物的，我们写吃食物。它生在烂了的东西上面，死了的东西上面啊，它 obtain nutrients from dead organisms， 这些就是 saprophyt 的。所以 parasite 是吃活物的， saprophyt 是吃食物的，我有讲过对吗？上次哦，所以吃食物的其实它的 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 bacteria 可以帮助东西腐烂啊，大家你知道什么是腐烂吗？腐烂，哎，我要讲什么啊？哦，你知不知道有一些我要讲一个东西哈、啊、？OK， 我知道的一个事件啊 ，OK， 我的他的我要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突然间想到 ，OK， 他的有一这个朋友呢，他的这个风水师。他们的家族啦 ，OK， 有风水师，他们去看风水还是什么东西啦。然后家族那个风水师讲，哎，你的这个爷爷哈、哦、的祖坟啊，坟墓啊，是叫藏尸地。不过你们有听过这样东西吗 ？OK， 他讲这是藏尸地来的，这种坟墓不好的嘞，因为那个尸体不会腐烂。那我朋友的爷爷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十多二十年了的这件事情，他就是他爷爷死到那个风水师傅讲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去看那个风水师傅、啊、他讲到那已经死了十多二十年了的嘞，然后就、他们就相信哦，他们所以那个师傅讲这个藏尸地来的、这个如果那个坟墓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那个祖先啊，我们全部华人应该会相信一点，那祖先的
的尸体没有烂，它没有腐烂啊，不好的，所以他们就去真的是去挖挖出来，然后再埋过咯，听那个风水师傅的话。然后挖出来的时候，我的朋友的家人有去看他的大人呐、啊，就是大人呐、啊，你知道吗？他的就是那爷爷的孩子，他的那些啊叔叔、叔叔阿姨那也有去看呐、啊，真的是没有坏的嘞，那个尸体，就他的爷爷的尸体还是没有腐烂的，10多年了，哇，有这样的事情厉害哦，那个风水师傅很厉害，然后就埋去别一个地方哦，OK，所以从捡骨的哦。等下，因为学长讲不是有捡骨的吗？捡骨是他们去，如果是那个叫什么啊？那就是那个遗体啦。那去烧的时候，烧的时候啊，火化我们叫火化过后就要有，好像是要有子孙去捡骨，就然后就把它放进一个东西，一个 container 不是 container，一个好像花瓶这样的里面嘛，是不是？那个是捡骨，可是这个是。埋在地上的那种遗体啊，埋在地棺木里面的，因为以前的比较流行这样的嘛，要埋在地上的嘛。所以我们去看，真的是没有坏的嘞，那尸体没有腐烂10多年嘞，因为不可能的嘛。科学来讲，这样都是会烂的嘛。如果我们以科学的角度去看的话，所以哈、哦、他们就我不懂他们要讲拿出来啊，那个就是风水的东，我不懂，我没有懂到这样清楚啦。所以我们就再埋去别的地方。我记得埋下去那种好像是也要捡骨这样，好像不是。如果埋下去，就是它放在棺木里面，就埋去地上了吗？没有讲捡不，就是捡骨不捡骨的嘛，是不是？就埋了啊，它就会自己腐烂了嘛。说，可是从，所以这个我要讲这件事情是哈，如果从风水的角度，当然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啦，对不对？从这种叫什么来大超自然的这种角度，可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呐、啊，玄学啊，这个叫 OK。从玄学的角度，可是大家注意一下，从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呢，帮助食物腐烂呢、啊，其实只有两种罢了，一就是 bacteria，大家 bacteria 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啊，第二个就是真菌，只有两种啊，会吃食物的，一就是细菌，二就是真菌。什么是真菌？蘑菇、冬菇那个。知道我讲过吗？现在我们只有五种吧，对不对？你看回这个啊，你看这个表啊，微生物只有五种罢了啊。其实只有两种啊，会帮助尸体还是烂了的东西腐烂的嘞。刚才我讲的那个遗体腐烂，只有细菌和真菌啊，这三个东西是不会吃食物的哈、啊。就是讲，好像 virus 啊，virus 大家知道了，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virus 叫什么了啊？病毒，病毒是那个人如果死了的话，病毒也是死掉的嘞，它不能活下去了的病毒。哦，真菌跟 bacteria 不一样哦。如果那里有个死狗、死猫啊，哈，它你看到它在烂，就是讲它真菌还有 bacteria 活到很多，哎，就是很它的 colony 越来越多了。说真菌跟 bacteria，因为他们吃食物，所以他们才可以帮助东西腐烂。腐烂的这个过程，他很喜欢问的哈，哪一个 microorganism 帮助腐烂呢？这两个罢了啊，明白我讲什么是不是？所以我在想，从科学的角度啦哈，为什么那个遗体没有腐烂？可能那个地方就是没有 fungi 或 bacteria，bacteria 一定有的，可能它就没有 fungi 还是怎样哦，我不懂啊。OK，可能他们没有那个东西，没有 fungi bacteria 就没有进到棺木里面，还是？我不懂哦，可是就是没有这两个，它才不会腐烂哦。OK，大家现在5:40左右啊，等下跳了你5:50回来，哎，5:40回来，哎，对对对，sorry，5:50回来，你可以去看看这个题目先。OK，form five 的题目呢，有圈的，圈的我们好像讲了哈、哦，有圈的有这个画的有写的5:50见那我们哦，你可以看一看这一个练习先。OK，我再往下移动先啊，这一个，所以啊，你也可以继续看一看 bacteria 啊这些东西先，我等下把它放上去了，我看。OK，我们5:50见啊。